我去休息了。你就准备跟我说这些是吗？那您还想听什么？我想知道你为何会如此的胆大包天呢？你知不知道当时如果我晚到半步的话，你现在已经凉透了。那是我们皇城司的亲事官，你怎么会选择单枪匹马去对付他？你说够了吗？我都还没问你呢，你还怪我？你不说你不认识我吗？ 我的生死与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的良心被鱼冻成痴了吗？啊？什么叫你的生死与我无关啊？我连夜赶了一个半时辰从降伏线赶到东京，我为了谁啊？在暗牢里边，我看到你半个身子都在水桶里头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要不是我假装不认识你，给我身边那些侍卫眼中钉的人，知道原来我的死穴是你，那你以后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 我是你的死穴，不是吗？那我们是什么关系呢？你难道忘记了我是剑姬出身吗？我们的身份就仁义之人，你现在算是拿一种什么心态？ 你还没想好就来招惹我，你当我赵盼儿是什么人？夜深露重，男女有别，恕我赵盼儿奴不接待，幸会。 您就信我这么一回，要是你现在还没想好以后怎么对盼儿姐，不如现在就不进去，否则再多的安慰都是白费啊。萧府还有些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处理，你今天问我的事情，我会想清楚，然后给你一个答复。 这些天，我会让陈莲跟着你，你安心做你的生意。你今天受凉了，泡个热汤好好休息。